你要干嘛？我要救人，老唐出事了。哎呀，救人？怎么了？老唐出事了，我要去救人。哎，你要干嘛？下面我要下去啊！你先别着急，我帮你下去看看。好啊，那你从里面把门打开，我从外面进去啊。哦，老板，开门呐！开门呐！老板。还是打不开。老汤，让我来！你们在干什么？